可以，挺好的。好看吗？嗯，可以，蛮好看。 然后把它打开啊。现在是，您有几个小孩？三个。有三个啊。两个没生，一个在。哦，那你两个女儿有没有跟你学这个？不用说，但是不说。两个人都没学。嗯。他嫉妒，他们也不愿意学。他不愿意学。哦，那你想让他们学吗？你想不想让他们学这个？想的改大学啊，他都不耐心呐。哦。他不耐心跟我说啊。这个呢，过生日以前是老人不有急事。嗯。不用给膝盖挖。嗯。就是手办事情的手起来，结婚啦。嗯。就是我们终身的要用这些啦。 不发山有那个盖上的东西呀、啊，但是这个是手艺烧啦。是跟你妈妈学的吗？还是？就是啊，跟妈妈学，是社会上人家照亮我，也心里面想出来的。 那您做这个主要是拿来自己用呢，还是干嘛的？用是收给我晒的。哦。嗯。原来是想做给儿子用的啊。就是啊，我都把三个小羊就是一个手一个爽啊。哦。留念人啊，妈妈的那个手艺啊。嗯嗯嗯。把那个手艺留下来呀、啊。其实这个布，这个布是好睡，但是热天的它睡是凉的。这个是凉的吗？它不舒服。